保咧，香港政府起碼可以出嚟澄清呢個監控香港做事嘅記者，呢個係外國嘅記者，話有涉嫌咧有香港嘅一啲權力嘅架構咧，就會監控《華爾街日報》嘅喺香港嘅編輯同埋記者咧，因為佢哋追查當時係一個有關馬來西亞嘅財經嘅新聞啦嚇。如果係有真係有咁樣嘅監控，係唔係牽涉我哋嘅保安嘅職務咧？包唔包括警察啊？又抑或香港政府可以行出嚟講，香港政府係第一不知情，第二咧亦都係沒有咁樣嘅一個指控嘅，呢件事係冇發生，可唔可以出嚟講清楚？如果唔係咧，就大家都會視之為外交情報嘅搜集，會唔會有非法地嚇有跨境人員喺香港進行一啲變相的執法行為，但以情報為名，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？就希望香港的保安局是應該出來解釋的，林鄭月娥自己知不知道，尤其是她都應該出來交代的了。好，講完可以收了，我見你們很累了已經